好了，终于，看看。我没有龙王龙，早知道那个任务不放弃了。他本来有叫我探索，我就放弃，因为我那时候找不到。后悔了，后悔了。暴风雨防护站干嘛的？你这是要生病？为附近建筑物提供气象灾害防护。哦，避雷针哦。那你看这些人马上跟没事人一样。晚安，晚安，赶快睡，我会上床记录档的，不用紧张。免惊，免烦恼。嗯。啊，超级没赚什么钱。发电所。把恐龙不断养成之后放出去打猎再回来。是这样玩的、啊？玩错游戏了吗？原来是这样玩。不太对吧？好像哪里怪怪的。数字不会说谎，而你的声望数字尤其出色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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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告诉我声望数字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有10,000美金了。保全措施完成。那我来把这边清一清。没有人要领养艾德吗？所以他刚刚冲出去撞倒了一整片人。可以再付一只蛟一龙，还是等一下有人要预约龙王龙啊？嗯。对啊，我要拍脚皮龙喝水的。那怎么换岛屿啊？红蓝。是啊。暴风雨防护站，新的城堡。研究研究。暴风雨防护站可以在暴风雨时保护园区的设施，降低伤害，很有用吧？
物理时间轮回的小锤锤。暴风雨防护站。哦，懂意思了。要多盖。再分一次。要求不告白。艾德一号跟艾德二号，松鸦说他要艾德，好。松鸦，是亚拿大的松鸦。我怎么换岛？救命！天哪！啊，就是这个啦，取得50%角那个遗传基因角鼻龙，可是我已经超过50%了。哦，对对对，那个我也有遇到过。所以你怎么办？就那个任务就放着。需要有些新点子，才能让游客觉得刺激。就没有办法弄它。我就是放弃这个任务啊，所以我不知道哪个比较糟，把这些生物当作工具赚钱，或是当作奇珍异兽展示。飞鹰研究，表皮花纹为紫色的口，听起来就是。好可爱，你又在喝水了 ！Oh no！ 我的天哪，我没拍到。我天哪，不可以喝、喔！气死我了！有没有？那巡逻车又不能永远一直待在里面，那巡逻巡一巡就回去。喝水要怕？对啊。不是，我有一个任务是要拍到他喝水的照片。我这个狩猎已经卡很久了，不知道怎么弄哎、欸。超难的！啊，等下让这两只恐龙在一起看看他。超神奇耶，他妈何必？来哦，等孵化哦。让他们吃。有广告哦。等下又会不会倒数第二个是那个机器人？比如说现在实况的游戏是某某某某某是打上去，跟你讲。我还没盖好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感谢提醒。干死啊干死啊！哦呦呦！我们这儿有一件你可能感兴趣的工作。连续10分钟发生任何停电发生，哎呦，那不要做事就好了、啊，总会停电嘞。不要恐龙就把电线咬断，直接把电网咬爆，无极会死。我就是，唉，阴森，咋办？正在前往饭店，看来就是这个了吧？你们该住了吧？帮你们，真的帮你们安排一个最佳位置。对啊。50哦，倒数第二个哦。好，阿贝母汤好。阿贝，对，阿贝。怎么又是阿贝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怎么都是你啊？醉醉的阿贝母汤。现在两只都是阿贝，那就住一起吧。
哦，吓死人了！叫我大声干嘛？对啊，我养角鼻龙哦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群岛上的游客保持心情愉快是我们努力的目标，因此我们得确实满足他们的需求。看，某方面来说，跟照顾恐龙有点像，只是对方要求更多，体量更少，呵呵对吧？太大了，看起来情况不错啊，我喜欢你的管理风格。对对。啊，没事了。哎、欸，设置追加工作，不用怕、啊，所以我才会盖成这样子。你看，盖成这样子，他们一出来就只能被我拿枪射，啊，射了之后就可以处理他们了。小云，懂我在干嘛吗？啊、在他们的出口先盖一个，先再围一个围栏起来。再围一个围栏起来，对，什么意思？就是，现在不是恐龙一出来的时候，如果是肉食性，不是会爆冲吗？对啊。你就先再把那个出口给包起来。哦，你说趁那个赶快围起来。那就先围好啊，他们就只能在里面晃啊，哦、然后就可以麻醉枪麻完之后，就把它运输运走。前往接收。有没有这样不怕被吃掉了？因为被改建了。没关系，反正我已经随便了吗？该吃的都被吃了。哈哈哈哈哈。那个人我已经提供电力，疾病感染，将生病。添加工作。下班回宿舍，晚安晚安 ，Hello Hello。哇！科学不仅需要实验，还需要观察。我很满意在你身上。这游戏最蓝的恐龙叫什么？这是个好问题。最蓝。最懒得动的恐龙吗？小雨。我经营经营者本人，爸爸天，你要更难得。阿贝高追跟阿贝母汤要注意，其实有死恐龙死了，恐龙运送完成，三角龙一号死掉了，为什么？寿终正寝了，正在前往接收，老了，哇，难过。直接扔到肉食恐龙区里面可不可以啊？不要浪费食物。干太坏了！干什么？不然要去干嘛、啊？干太过分了！干物尽其用啊！表演了一辈子，最后被吃掉。对啊。真的。我在等右边这个维持不停电，还有五分钟。服饰店哦，我有服饰店吗？改一下啊，你就可以卖那个连身衣。哎、欸，我开始运输恐龙。哦，真的哎，现在才有。啊。他死掉了，他还会动啊，骗人，他会点头哎。哈哈不好意思，有点恐怖，恐怖。那、啊、他干。逃逸成功，我们就看他会运到哪里吧。他想运到后山气势。饭店盖在里面是没有。可以盖。哦，果然他们不喜欢群居，两只就是极限了。
啊，那就不知道盖很小一圈。我们在洞穴，反正不是这个岛上的。哎呦，我真的觉得他应该要可以。我还是没有龙王龙的哦，有了，找到了。